隔壁林哈，上山三百多里。We are now。那比山呢？都放在大行李，哦，这个呢，请大家注意。那到了蓝屿之后呢，就是我们会首先骑摩托车去加油，哦，因为呢，这个呢，加油站它只开到晚上六点，所以我们会。好像是多少眼睛，一闪一闪亮晶晶，满天都是小星。好，掌声。要出钱嘛？看不见，你看着树了是吧？我转看，转过来，转过来。我试一下从底下走。就是这样。可以，对呀、啊，它大概就长那样子而已。那就看得好小啊。海绵宝宝，海绵宝宝，这边耶。你看不一样的颜色，你看。你有看到海不一样颜色？妈妈，来这里找爸爸。哎呀。好了，走了，走了。我们坐，尽量往后面坐，后面比较不会晕。他中间的后面。他麻烦你。哦，他带你自己去麻烦你。吃饼干呢？你吃什么？他真的吃到了。对。换胎了。嗯。你来拉屎。坐好，坐好。你会不会觉得坐好久的车？金博宇过来了，地方就叫相扑洞，就是说在这边可能他们可以和解，或者是确定说是哪一方的问题或等等之类的，所以他们在早期部落之间啊，他们就会相约到这边，然后处理完这件事情，可能是纠纷或等等之类的，对。然后现在有些洞口。
不能摸，对不对？不可以摸船啊，船会不摔掉，看就好了，好不好？那你要下来吗？可是你会不会找石头路？妈妈有一个石头，妈妈在找。日本他们就在笑说，你们这只是个石头啊，并不是一个军舰。然后后来就是当地人就把这个地方就取名叫军舰岩。然后我们后来去看看其他左侧这边，其实也很有趣。我可能骑太快了吧。有人就吃完鱼之后，全身啊，然后长满了像肿瘤的东西，然后他不懂得如何去捕鱼，然后他叫那鱼就跟那个当地的蓝鱼的老师就说，请你到来那个海。你要去拍照才有，先去站好妈妈那边，先去嘛，来去妈妈那边，快快去站好才有。Thank you.